你该不会是记混了吧？好，这玩意儿一般的没饼，没有的，一般的没有是吧？对，这是以前老昆明的早点，对，就是你一到满大街上那个小摊小铺都卖的是稀豆粉油条，哦、就是拿油条蘸着这个稀豆粉，相相当于咱们用豆浆的，哎，是这个感觉。后来就没了，现在你专门你要吃这个，还得到专门的老昆明的店去吃。棒吗？这个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。